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标题很暖， Women with brothers, what is your fondest memory with him? 有兄弟的女人们啊，你跟他的这个最好的回忆是什么？所以 fond 的这个字就是好，喜欢。 So, X is fond of Y， 就是 X 喜欢 Y 这样子。像例如说，如果你很喜欢吃 pizza， I am very fond of pizza， 听起来很奇怪，说真的你就说 I like pizza 就好了。那反正就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假如说你相当喜欢你的化学老师， I am very fond of my chemistry teacher， 这样就可以了。 So be fond of something or someone， 喜欢什么。所以那它可以用在它这个形容词，可以用在名字前面， fond memory 就是很棒的，很喜欢的回忆。所以你跟你的兄弟最 fond 的 memory 是什么呢？所以不要把它听成 fun， 那个是好玩搞笑之类的，不是 fun， fond。好，那我们来看他这边有几个我真的觉得是很酷的，所以这第一个是哥哥买东西给妹妹。你知道我做这一篇我都一直会想到我的姐姐妹妹，一直长大以来我姐姐是非常照顾我的，她常常时不时就买个东西给我这些的。我现在在用的斜肩包也是她好多年前买给我，我也没打算换这样子，那也很难用的坏。然后她也买过球鞋啊什么给我，所以姐姐一直是最疼我的人。那我对妹妹倒是没有那么疼爱，那虽然说现在要是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的疼爱他们，不过也不需要，因为他们也都嫁得不错。那我都还记得小的时候还蛮会欺负妹妹，所以借由这一篇顺便跟我的姐姐妹妹喊话一下，很爱你们，但是跟妹妹抱歉一下，小时候没有对你们很好这样。那长大是尽量啦。那等一下下面有一篇也是正好跟我也蛮有共鸣的，我们读到再说。先看这边哥哥买东西给妹妹，所以他说了 When we were young, we went shopping with our momI wanted something that was actually very reasonably priced and worth it, but she wouldn't buy it. 先看到这里，他跟他哥哥小的时候，他们去 shopping 没问题，跟妈妈，他想要一个东西。I wanted something that was actually very reasonably priced. 这边这个结构就是我们在台湾的同学身上常看到犯的错，因为他用了好几个不同的词去形容修饰一个词，所以 it was actually very reasonably priced.这个句子可以看到一只蚊子没打死。好，所以 actually 可以副词， very 副词， reasonably 副词，全部都在修饰什么东西呢？ priced 这个被动的形容词，所以它的价钱其实非常的合理，其实修饰 priced， 或者 actually 其实是修饰very 这个副词，副词可以修饰副词嘛？ So it's actually very reasonably priced， 总之 reasonably 肯定修饰 priced。Very 修饰 reasonably 大概可以 ，actually 或许是修饰 very， 所以一个修饰着一个，那这个结构是很没问题的。好，我们再说一次，如果说一个东西其实价钱很公道 ，so that thing is actually very reasonably priced， 好长哈 ，reason 就是合理的 ，reasonably 副词。好，那你知道外国人写起来当然这没问题，他就很顺的把它写出来 ，so something。That was actually very reasonably priced. 我都会希望同学，你看我在一直重复说的时候，你也跟着我重复说说看。那你不知不觉就可以获得比较厉害的口说能力了，真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些词你在嘴巴上，吐出来久了，那你就会习惯它的发音方式。那有些 collocation 合在一起的话，像这里面，我如果一定要说有个 collocation 的话，就后面这两个字走在一起。如果一个东西价钱很公道 ，so it is reasonably priced， 这两个字还蛮常走在一起的 ，reasonably priced。那你加个 actually very 在前面也很好啊，没什么不对啊。它要飞到我面前来了 ，God damn it！ All right， 好像打到了。好，来，对不起哈，我们继续。OK， 我就不剪了，现在都懒得很剪接掉这个打蚊子的部分。好，所以然后是值得的 ，and worth it， but she wouldn't buy it， 但妈妈不买 ，then。He must have seen how much I wanted it, because he bought it and handed it over. 所以那他一定是看到了。那这边这个他拼音没有拼对，但这个不管他。所以他一定看到我多想要。He must have seen how much I wanted it, because. 所以很多外国人喜欢把 because 写成 coz, cause. 所以这口语的英文，那就那个 be 动词不是 be 动词，前面的 be 就不见掉。So cause he bought it, 他买来，然后他就交给了我 ，handed it over.这个 handed it over 也是一样，他很常在这些都会变成一个闪音闪过去。He handed it over.、哦、希望你讲快一点也可以、哦、做到这样一个很快闪过去的一个感觉。No fanfare，fanfare 其实一个字，它写成两个字，所以 fanfare 是什么？没有大张旗鼓，
所以哥哥买来，好，拿去就给你了，没有大张旗鼓说啊，你看我买给你妹妹，有没有感激我？并没有这样，哥哥不需要做这种事情。So no fanfare, and we went on with our way, with our day. 所以然后他们这一天就这样子继续着过去下去。We went on with our day. 20 years later, I still have it, have kept it in perfect condition, and I still use it. 所以二十年了哦，他现在还有那个东西，然后保持在一个完美的一个他的这个状态下，所以没有用旧，没有用坏。很令人好奇是什么哈？说实在的，然后他现在还在用 ，I still use it， 然后打个爱心，很暖的这个故事，很棒。所以下面人说 ，That is so wholesome。wholesome 这个字最近常看到哈，上礼拜王力宏我也讲到这个字，一个 wholesome 的一个这个清新、健康、阳光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故事真是太 wholesome 了，很棒。OK， 好，然后来，那我们就再往下看下一篇。这个跟我的故事。就有点，我有点起共鸣，因为我也发生过。他说 ，When I was about 9 years old, I had a severe fever one night. A doctor's private clinic was just near our home, but to buy medicines, you had to go to a pharmacy about 2 miles away. 先看到这里好了哈。所以他九岁的时候，他有一个 severe fever， 严重的发烧。有一天晚上 ，doctor's private clinic was just near our home， 所以一个私人诊所在我们家附近。clinic 这个字应该没问题。But to buy medicines， 但你为了要买药，那你知道看医生跟买药是两回事，台湾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但买药他必须要 go to 一个 pharmacy 就是 drug store， 就是药房，大概两英里远。My brother was about 20 then， 所以大哥那时候二十岁。He carried me on his shoulders to the doctor's clinic， and then walked all the way to the pharmacy with me on his shoulders。Wow， 所以哥哥啊，他在 carry 这个女生 on his shoulders， 所以你就知道妹妹可能真的很小。所以他就把妹妹扛在肩膀上，这样子，所以扛去了医生的诊所，然后走了两英里去了这个 pharmacy， 一样都是在肩膀上扛去。I felt so protected and cared for， 他觉得真的是完全的被保护、被照顾。He doesn't talk to me anymore， but I will always cherish the memories。真令人好奇，怎么会这样？虽然他哥哥已经不跟他讲话了，可他总是会 cherish 的这哈，珍惜的这个回忆 ，cherish 这个字。All right。所以至于为什么呢，他下面讲，他说因为他跟他哥哥年纪的差异啊，然后他现在就变得很 aloof 就是有点漠不关心。OK， 所、so, 以 to be honest I don't really know， 上面一个人问他为什么啦，这样子。OK， so he used to be super conscious of the age gap between us， 他以前是非常就是介意着他跟妹妹之间年龄的差距。Over time he has become super aloof， 所以 aloof 就是不关心了，这样子。OK， 所以听起来蛮奇怪的、哦、说实在的。 OK，然后 he doesn't care about what's going on with me, and he doesn't want me much in his life anymore. 不想在妹妹在他的人生中了。He got married, has kids now, 所以结了婚自己有家庭了什么什么这些的。所以他哥哥就把他从记忆中抹去 ，erased me from his life, 生命中抹去了。所以他 certainly miss him and long for his love. 这个 long for 什么就是渴望着什么。所以他还是渴望着哥哥爱他这样子。But he just doesn't have any left to give me. 他已经没有爱可以给了，因为有家庭有小孩的关系嘛，或许吧。I try to feel that ache， 他填充那一个痛苦，这 ache 就是痛，像 stomach ache， 你知道 ，headache 就头痛，肚子痛，刚的。By talking to the brothers of my friends or my senior colleagues， 所以他会转移情感，跟朋友的哥哥聊天，或者是跟他的这个同事间的比较年长的就前辈吧，大概是 senior colleagues。But it's just not the same， 当然是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说这个有点共鸣？我妹，小妹，最小妹妹，有一次。我一天早上听到我的门有人在刮，咳咳咳咳咳，我就怎么有人在刮门，什么鬼？一打开，我妹妹抱着肚子跪在地上，说你怎么了？好，事情是这样，讲一点点小小的背景故事给你听。She had gone on a trip to South America， 她是不是 Brazil？ 好像是吧。她跟她当时的应该已经还是未婚夫，对，因为还住家里，对，不然怎么会刮我们呢 ？So she had gone on a trip with her then fiance and now my brother-in-law to Brazil， 是不是 Brazil？ 应该是啊。然后他们去了，然后他就从巴西带了几罐那个那边买的矿泉水，然后他就摆在桌上，就很珍惜的一点点喝，哈，这个还有去旅行的味道，你知道吗？但你也知道，那巴西无论如何也好像还算是第三世界国家，那边矿泉水的品质你怎么能相信呢？所以我相信就是喝了那个水摆了一段时间之后，里面一定什么菌啊什么就生啊，所以他就突然间急性的肚子痛，所以一天早上就在那边刮我们。然后我那时候就还没去上班，还好，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一大清早，
就说我肚子痛，结果我就火速载他去医院，那他可能不太能走，把门一打开，我就把他背到急诊室去这样子，然后还对急诊室人员大小声说，我妹现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据他说，他当时也是感到非常的就是有感动，就是。那另外我大妹，因为两个妹妹双胞胎，大妹听了也是哦这么好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个跟妹妹的这个曾经有过的一段，虽然说是她有这个身体有问题，不过从回忆来看还是蛮美好的，就跟妹妹有这么一段这个急着送她去急诊室的这一段回忆。好，然后来，所以这段看完这是我自己有点共鸣，下面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我觉得来我们再看一下，好，就在这里了。所以他说的是 ，Probably that time,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help me move. 所以帮他搬家 ，help me move. I could only afford to rent a shitty van, and would need a competent driver because the route, although short, was all inner city driving. 所以先看这一段。所以反正他标题问的是你跟你哥之间的回忆嘛，或弟弟嘛。对，大概就是那一次 ，Probably that time， 大概那一次。我问他是不是能够帮我搬家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help me move。那他的状况是 ，I could only afford to rent a shitty van， 所以他只有办法能负担得起租一台蛮糟糕的 van， 就箱型车这样子搬家嘛。And would need a competent driver， 而会需要一个很 competent， 就有能力的 competent。那你说开车谁不会啊？他这里语带保留啊，没有说得很清楚，可是你要懂他的意思。他的 competent 的意思是So need a competent driver because 因为那个路线 the route 那个路线怎么了呢？那逗点逗点，这是一个我们在托福常讲的哈，补充的一个资讯。所以那个路线虽然很短，但是 so the route was all 全部都是 inner city driving。如果你不懂 inner city 的意思的话，说一下下 inner city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贫民窟这样子 inner city。其实 slum 也是贫民窟哈，啊 slum。但是 inner city， 现在也是贫民窟的意思，很久以来都是啦。为什么？因为像那个他们讲那种都市计划，这个都更的、啊、然后盖一些那个公共住宅啊这些的，所以那个也有一个词叫 the project。如果今天一个黑人跟你讲说 I grew up in the project， 他的意思就是他在贫民窟长大的，所以 the project 也可以讲完整一点叫做 housing project。housing project 就是。就是公共住宅嘛，这样。那你知道它比较便宜，好、哦，所以政府补助，所以一般住在那边的人可能就不是很有钱。那美国的这种都市政策都是把它放在都市中心，所以你隔一条街可能就贫民窟，那这边这条街就是哇商业街或者一些金融街。所以这个都市计划其实也被台北政府采纳嘛，所以你知道像柯文哲也会想要在就是在什么豪宅旁边盖这种、哦、公共住宅，那当然是当地居民会不开心。可是你知道他们很多人他们需要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市中心，你把他通通赶到市郊去，那这好像也不是个更好的做法，就是所以可能这就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做法吧。好，这个可能我扯远了，不用扯那么远。总之 slum inner city the project 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贫民窟，所以这边就说了他担心啊、哦、虽然说路程很短，可是那个 要穿越贫民窟，所以这个 competent 的意思总之你就懂了。你不是一个会开车就够的人，你要能够有这个胆量、哦、在贫民窟不会被人家骚扰或干嘛的这样子、哦、穿过他的时候啦，或许是来。So I asked my brother if he would drive me, if he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else. Okay, he hemmed and hawed. 这个等我们来讲。And at first I thought he'd say no, but he said he'd think about it. Over the next week or so, a string of curt texts went from "Yes, I'll drive."To I can borrow a proper van, don't rent one. To no need for multiple trips. My mate is a truck driver. He'll bring and drive his smallest one. To my soccer buddies are meeting up anyways. 所以扯一大堆，好，先把它看完。By the time move day came, my friends and I were ordered to do absolutely nothing. As a horde of beefy dudes said, we got it. The move I dreaded was over in less than 2 hours.And didn't cost me a penny more than the few pizza slices they politely ate before bouncing. 好，这故事到这里先差不多就读完了。来，我们再看一次。好，讲得很长。来，所以他就问他的兄弟，那应该是哥哥了。如果他是不是能够开车？如果他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 ，if he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else, he hem 这里其实是 hummed and hawed。我是不是刚刚也曾读成了 hem？hem 不对哈，其实是 hum and hawed。
and haul 这里。所以这个片语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点点那个 indecisive。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发出声音，你知道吗？因为这两个字真的就很像声音。好，就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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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就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很声状词的一个动词片语，这样。So he hummed and hawed. OK， 然后一开始我以为他会说不。And at first I thought he would say no, but he said he would think about it. 但他就说我来想想看。OK， 所以 over the next week or so，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A string of curt texts went from， 所以有一整串的。这里我们有看到两个不同的这种很多的一个单位词。什么叫很多的一个单位词？我这里稍微打出来一下给你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有在上个礼拜曾经有看到，就讲王力宏的那一集的时候，他讲的好像是我那时候介绍的是 an array of something 是可以很多的东西。我记得他讲的是 a host of。因为王力宏失去了一大串的那一个代言嘛，所以他讲的是 a host of endorsement deals。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字眼是这样子 ，OK， a host of endorsement deals。那我这里我就说了，你也可以除了讲 a host of something， 你也可以讲 an array of something。那前面的是或者 an 这样子 ，OK。所以你可以讲这个，还有其实很多其他的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讲的是 a string of， 有没有 ？OK。所以 a string of 也是 OK 的哦 ，a string of。那下面还有，这里有一个，我们先跳过来看一下哈、哦。这边说的就是，这里说的 a horde of beefy dudes。所以这个 horde 尤其讲的是一群仿佛动物般的东西，好 a horde of 什么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小补充，我们再回来再往前再看一次哈，刚刚还没看完的部分。所以他哥哥就 hum hum 跟 haw 了一下下，好，然后他就说接下来在一周中，就 a string of curt text， 所以有一连串的，所以 a string of string 其实有绳子跟线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知道这边用来讲简讯或者是反正就是这个讯息是很恰当的一个词哈，所以有一堆的。那这里一个 cur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应该之前有打出来，好，在这里 curt 就是 rude and brief。所以没很礼貌，而且又很简短，所以他哥哥就传了一串一串的很简短，但是又没什么礼貌的话，因为哥哥也不会跟你想在那边多客气多有礼貌嘛，对不对？他直接说是 Yes, I'll drive， 有没有？好像还蛮没礼貌，他就只传给三个字，然后他下一个讯息又是 I can borrow a proper van， 他当然有打错字，这个注重说明要原型，所以可以借一台 OK 一点的厢型车，不要租，所以叫妹妹别租。那也没前言后语，就丢这一句过来。所以有没有 curt， 有没有 rude and brief？ 有，可是有差吗？没差嘛，因为兄妹之间有沟通嘛。然后又到了什么？所以 from 什么 to 什么，又 to 什么，又 to 什么？你看这个，我把它就 highlight 起来，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一串一连串的发展。所以到了哦，我可以租一台这个 proper van， 你不要租这样，我可以借一台。to 什么呢 ？No need for multiple trips， 我们不用跑好几趟。My mate's a truck driver，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卡车司机，他会开最小的那一台来就够了。He'll bring and drive his smallest one. OK， 所以本来还要借车，现在不用借 truck， 不需要借 van。又下一个 to what? My soccer buddies are meeting up anyway. 啊，反正我的 soccer 的朋友们，踢足球的兄弟们要，反正我们要聚。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哦，聚之前先来帮妹妹搬家。你看，所以等到搬家那天到了 ，by the time the move day came， 就 move day 就是搬家天这样子。My friends and I were ordered to do absolutely nothing. 所以他的朋友跟他，所以他请了一些朋友来帮忙搬，他们就被命令什么都别干。OK, they were ordered to do absolutely nothing. 当 as 连接词，连接下面就这一句话，就当有一群的，所以 a horde of 又看到刚刚说了一群的，所以 a horde of。我想把这边的 endorsement deal 丢掉，因为说实在这绝对不是重点。OK。所以你说一堆什么东西，一串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这个 an array of something, a host of something, a string of something, a horde of something， 还有很多啦，还可以像 assortment 这种都可以丢进去，我就不讲了哈。OK， score 也可以，我知道很多同学很会整理这一种，我不见得很会整理，我只是跟你说都可以用，但是你要接后面那个东西，你要接的漂亮，你就要前面选一个比较好的。我并不能说这些都相同哦，真的不是哦，因为它的感觉上还是会不太相同的，你要自己去选。像刚刚讲的那一连串的那个 text message，
当然用 string 这个字大概最好啦，如果你讲 a hold of text message， 可能听起来蛮奇怪的。好 ，OK， 所以这里自己小心。那所以这里再跟你补充一点，就是这里这一串字跟 lot 事实上都一样是什么词，都可以被看待为名词。lot 这个字也是名词，所以 a lot of 里面的 lot 其实也是名词，只是我们不会这样子看待它的，因为我们就很习惯把 a lot of 想成是跟 many 一样的概念，但是 lot 其实是名词。lot 什么 ？parking lot 记得吗？所以 parking lot 就是一个 lot 啊，不然嘞，好好，所以希望这个对你来说，哦对哦，有点启发。好 ，anyway，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下去。所以一群这一个，什么叫 beefy dudes 啊？很壮的男生 ，beef 是牛肉 ，beefy 就是壮壮的。所以一堆，所以他的朋友跟他就会命令詹了，什么都别干。然后一堆这些壮男下来说 ，We got it， 我们来就好 ，OK，We've got it。这听起来是不是女生会觉得好开心啊？我相信一定爽翻了哈。然后下一句话 ，The move I had dreaded was over in less than 2 hours。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很害怕、担心的这个搬家，两小时内搞定结束。OK， 所以 dread 这个字就是 fear。OK， 它的用法跟 fear 基本上也一样。例如说，我很害怕看牙医。如果 I fear going to the dentist， 我也可以说 I dread going to the dentist。我把自己打一下哈。所以 fear 这个字跟 dread 你都可以加受词，它们都是及物动词，所以你就害怕这个受词。所以如果今天你加的是 ving 的话，也很 OK， 因为它就是动名词当受词。像我刚刚说的 ，I dread seeing the dentist， 可以。所以他一直在 dread 的这个 move 搬家 was over in less than 2 hours and didn't cost me a penny more than a few pizza slices they politely ate before bouncing。 所以这一句啊比较难翻译中文，但是我们还是翻一下。所以花我的钱是什么呢？你总不能你要来搬，然后也当然可能给钱有点过头了，说不定朋友们也不会收，哥哥的朋友们，但你请他吃个披萨他应该会吃吧，所以的确吃了。所以会花在他身上的钱 cost meDidn't cost me a penny more than 后面这个，所以没有比后面这个东西还多一毛。所以他有没有花到钱？有，他花到了什么钱呢？请了吃一些 pizza slices， 所以吃了几片 pizza， 那花的钱就只是这些而已 ，not a penny more， 没有比那个再多一毛了，多一 cent 了都没有。好，希望你听懂了。So didn't cost me a penny more than the few pizza slices that they politely ate。他们还非常有礼貌的把它吃完了，在他们走人之前，所以 before bouncing 这个字一般来说理解为蹦跳，但它也可以理解为闪人这样子，所以这边把它讲成闪人还不错 ，bounce。所以我们走吧 ，let's bounce。所以 bounce 这个字 ，OK 哈，好，所以到这里大概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他的小结论 ，That's my brother， 这就是我哥。We may not be the closest， and he may be a bit of a grouch at times。所以我们可能不是非常的最亲密、哦可能不是最亲密，而他也有时候是一个 grouch。He may be a bit of a grouch at times。Grouch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很习惯性的常常在发牢骚的一个人。Grumpy 就是在那边气噗噗这样子。OK， 所以 grouch 你如果翻成中文出来，你找字，你会写的是发牢骚哦，牢骚。所以他是一个很爱发牢骚的家伙。He is a grouch。But if you ask him to solve a problem, he won't half-ass it。对，这是个动词片语哦。其实 half ass， half 是屁， ass 不是屁股吗？半个屁股哦，半个 ass 的意思就是你做事情只做一半哦，或者是不负全力这样子。OK， 所以 half ass 就是不负全力。OK， 负应该不是这个负，不负全力。OK， 好、哦，只付出一半的努力，所以他做事情是不会 half ass 事情的，一定是做好做满。OK， so。No, he'll still on it until he's damn sure he solved it in the most efficient way imaginable. 所以他不会，他会 stew on it. 所以这个 stew 啊，一般来说是那个像一锅炖肉就是一个 stew. OK, stew. 那炖肉需要很久的时间在那慢慢熬煮，不是吗？所以 stew 这个字也可以被延伸为是在那边想，这样，这就是在 stew. 你在脑袋中不断的炖煮一件事情。So he will stew on it.Until he's damn sure he solved it in the most efficient way imaginable， 直到他确定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解决，这就是他哥。And that's how he shows you he loves you， 这就是哥哥呈现爱的方式。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棒，而且写得非常生动，你不觉得吗？哦，他送了一大串的简讯，简讯就从这样这样到那样到那样到那样，看得出这个哥哥一路的计划的改变，
到最后一群人出现，好，我们来就好，然后两个其他人站在那边，半小时内，两小时内就搞定，好，大家不用再 recap 这个故事，没问题。有没有时间复习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已经讲好长了，我觉得先不要好了。那有兴趣的自己再看一下，前面讲了这个蛮多的一些字在这边。好，希望你喜欢这个内容。你的哥哥或你的弟弟跟你有没有一些很 fond 的 memory 呢？我都分享我的，所以你也可以在那边分享一下。好，如果你要英文也很好啦，就反正我们磨练英文的表达方式嘛。那要是你有些写的不对，你如果不介意，你可以说老师，你可以帮我改一下，然后说 我也可以就帮你修改一下，也是没关系的。OK， 我是 Paul， 我们明天见。